100多年前，伦敦法院一场跨国矿权案揭开了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一个满怀报国志的海归青年是如何突破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的？一个民族资本家用底羊毛线和他坎坷的一生编织着我的梦。五大道起伏跌宕的故事，让您亲眼目睹一幕幕民族资本与西方列强的生死较量。伦敦，欧洲金融经济中心，泰晤士河旁，英国最高法院。100多年前的高等法院上演着从未有过的一幕。几个身穿长衫、蓄发垂辫的中国人将一家英国公司推上了被告席。近20名律师辩论空前的激烈。究竟是什么令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漂洋过海？这场国际诉讼案中又隐藏了多少秘密？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故事起源于137年前9000公里之外。那时的天津是中国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的所在地，在19世纪末有着中国北方最大的兵工厂北洋机器制造总局。军械、火炮、枪支、弹药，缔造这一切必不可少的元素是我们最熟悉的煤。每年万吨的煤在当时全部依靠进口。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dustrial technology, steamships, factories, steelworks all came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hat's notable is that Chinese entrepreneurs learnt very quickly from the technology that had come to China. 1877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要求开采煤矿。清政府发起创办商人投资经营，这种最早的国企形式当时被称作官督商办。中国第一家机械煤矿开平矿务局由此诞生。这里被誉为中国第一家矿，开平煤供应全国。洋务运动中疲惫的大国从小小的煤块开始重拾自信。1892年，开平矿务局诞生的第15个年头，总资产600万两，是开创之初的整整5倍。拥有唐山煤矿、煤运河、铁路还有轮船，这一切一直诱惑着洋人。蒸蒸日上的局面却因为一个新的掌帅人有了改变，他就是清朝官员张毅。出身于醇亲王侍从的他，接管开平矿务局后带来了习以为常的衙门作风。一如官场为官，张毅私下里坐吃控额，而奏报上却是生产业绩。他开始向外国乞求贷款，
维持生产。中国第一家矿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转折？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平日里喜欢养鸽子的张毅被英军逮捕，四哥传递消息已与全匪相通，这个蹊跷的罪名让素来自以为是洋人知己的他一时成为阶下囚。更为奇怪的是，张毅并没有被投进监狱，他被秘密关押在一家洋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故人出现了，他是被张毅认为办事可靠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崔林。战乱之际，开平矿务局存亡未卜，德崔林向张毅建议为保全产业，煤矿应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我们不难想象出张毅那一刻的心情，身为阶下囚的他此时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在一份委任德崔林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的保矿手续上，张毅签下了名字。第二天他被英军释放，而开平矿务局德崔林这个新的总代理人将采取怎样的保护手段？在尘封历史印记的档案馆里，有着这样一份合同，矿务局所有产业移交胡华，用开平的名义注册一个新的英国公司，这是典型的西方契约。贩卖煤矿和土地，这就是德崔林对于开平矿的保护。而这个中文名字胡华，正是开平矿务局的总工程师张毅的技术顾问。这个名为胡华的美国人，张毅对他非常信任，但他并不知道胡华的另一个身份是英国莫林公司驻天津的代理人。而名为莫林的这家公司，许多年来频频在世界各地掠取矿产资源。胡华的心思，在他为莫林公司所写的这份关于中国开平煤矿之调查报告中一览无余。他肯定了开平煤矿的巨大商业价值，值得投资百万英镑。几个月后，德崔林又一次找到了张毅，这一次他毫不掩饰对开平矿的渴望。拥有矿山、运河、口岸，并且能够永远值守，张毅这才意识到洋人的真正目的。面对出卖国有资产，张毅选择拒绝。价值高达75000镑的股票，新公司终身驻华督办，这些是威逼之后的诱惑。此时的张毅像是行走在独木桥上，不可避免，却也无法选择。张毅的最后防线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坍塌了。签字画押，洋人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目的。西方的契约让开平矿务局这个中国的第一家机械煤矿在1901年的2月19日成为了英国莫林公司旗下的一份产业。时间会将一切真相打捞上岸。一年后，事情败露，清廷责成张毅起诉莫林公司。1904年初冬，张毅被迫前往英国同英商对峙。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起诉洋人的案件。伴着1905年的新年钟声，在伦敦高等法院，这场国际诉讼案拉开了大幕。不同的口供，各类的证据，60天的对峙，整整14次的开庭审理。1905年的3月1日，开平煤矿在易主1800多天之后，迎来了命运的宣判。I declare that John Poe。这一切充满着仪式感。中国胜诉。伦敦高等法院判决了莫林公司的行为属于欺骗，但是因为赴约无法强制执行，对于原告的赔偿要求，法庭不予支持。在强权制定法则的年代，中国人又一次无可奈何。承载着胜利的审判书犹如一张白纸。开平煤矿下蕴含的巨额利润应验了胡华的预言，他身披白银腰缠万贯。几年后，这个美国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或许是试图忘掉自己曾在东方的故事，他抹去了属于胡华这个姓名的记忆。而他真正的名字是赫伯特·克拉克·胡佛。1929年，这个在开平矿权案中最大的获利者成为了美国第31任总统。法庭的宣判并没能改变开平煤矿的宿命，这里依旧飘扬着英国的米字旗。2年后，1907年，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滦州煤矿在开平煤矿的四周横空出世。直隶总督袁世凯受命41岁的周学熙为总经理。周学熙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身为商人，这一次他看重的并不是利益。滦州煤矿的规模是开平煤矿的整整10倍，不计任何代价以滦收开，是周学熙唯一的目的。天津泰安道7号，100多年前开平煤矿公司总经理纳森的住所。面对周学熙的挑战，纳森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而在同一时间的另一个地方，周学熙一样的忧心忡忡。价格战为滦州煤矿带来无尽风头的同时，也带来了所有股东的责难。面对赔本的经营，股东们以退股威胁的方式向周学熙施压。纳森进退维谷，退却失去市场，
迎战血本无归。而眼前是更为可怕的现实，被滦州煤矿重重包围的开平矿，不消几年矿脉便会枯竭，战或不战都将是死路一条。而这正是周学熙的目标，用一场惨烈的价格之战夺回开平煤矿。不久后，袁世凯卸任直隶总督，失去后盾的周学熙只能凭一己之力孤军奋战，滦州与开平由此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时间终于让滦州煤矿的优势显现出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跌破成本的价格不断冲击着开平矿。1910年，英国人终于招架不住，这一天周学熙整整等待了3年，他体会着曾经人们的心情，10年前的无可奈何，10年后的唾手可得。只是英国人为这10年后的开平矿开出了178万英镑的天价。当纳森终于决定与现实妥协的时候，现实却不肯与周学熙妥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终结了中国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开平公司趁势大肆反击，滦州煤矿功败垂成。仅仅几个月时间，一场石破天惊的巨变，让滦州和开平在不可思议中交换。
范旭东创办九大精盐厂。七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口中国的洋碱减少，在世界制碱工业已是百年历史时，中国却仍旧空白。在制盐的基础上发展化学工业，是范旭东更大的抱负。他决心变盐为碱。1916年11月29日，一封来自苏州的信让范旭东喜出望外。瑞记荷兰水厂的吴次伯在信中坦言，自己正在和化学家陈朴甫研究制碱，他渴望与范旭东面谈，共商大业。这封来信令范旭东知道自己并非孤军作战。写完回信，范旭东意犹未尽地在信封背面写下5年11月29日，创办永利之起点。小小的举动背后，历史的一刻，永利，中国制碱工业的先河。旧时的天津，北方盐运中心，范旭东的九大精盐厂为永利碱厂提供了原料。大量的用盐意味着巨额的税收，面对高昂成本，一家民营企业如何负担？南开大学经济系有这样一个特殊学术团队，他们致力于研究中国早期的民营企业。研究的过程中，一些珍贵的档案慢慢浮出水面。为提倡实业起见，孤与赵准，这是1917年10月9日的免税训令。是什么样的力量令国家对永利碱厂这家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有这样的支持？翻开股东名录，名流云集，他们叱咤于当时的政界、军界和文化界，曾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
1922年，他慨然接受侯德榜与范旭东共襄永历之邀，放弃了外企华人里最好的待遇，来到荒芜的塘沽，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化工科研机构黄海社。取名黄海，因为天津面向黄海，他们坚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范旭东说，中国如果没有一般人肯沉下心，不但凡，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埋头苦干，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绝产不出新的生命来。首先，中华民国。这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孙学悟的后人，他们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尽管孙学悟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但他钻研科学的精神却代代相传。今天老人为南开学术团队带来了孙学悟生前的书信，信笺已经发黄，但字里行间洋溢出的爱国情怀却宛如昨日，历历在目。在美国人眼里，我总是一个弱小国家的学者，他们瞧不起中国，总使我们蒙受一种屈辱的感觉。那时我便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比他们强，一定要为振兴祖国的化工事业尽心尽力。39岁的范旭东，32岁的侯德榜，34岁的孙学悟，犹如刘关张、桃园结义，他们在天津扛起了中国化工的第一面大旗。等待壮志雄心的又将会是什么？当时中国碱业90%的市场被一家名为卜内门的英国公司把控着，公司的驻华代办正是照片上的这个英国人李特利。1922年，庐山，范旭东与李特利狭路相逢。李特利意味深长地说，碱在贵国确属重要，惜足下半尺太早，再后30年不迟。恨不早办30年，事在人为。这是范旭东不卑不亢的回答。初检是当务之急。2年后，1924年的夏天，永历200万元的投入，产出了第一批成批量的碱制品。然而，暗红色，质量不达标，4台机器全部烧毁，无法再用，全厂一度被迫停产。苦候数年的股东们一片哗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在天津南开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悬念即将被打开。按照质检的流程操作，一切顺利。在我们实验室里质检的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说采用索尔维或者说侯氏联合质检法，就是说很容易的就是得到我们的纯碱碳酸钠。但是我们实际上如果就是说放到工厂里去，就是扩大生产，可能就不像这么简单了。比方说呢，我们在我们实验里，我们用那个制取二氧化碳用的盐酸和那个碳酸钙，就用的玻璃瓶子就可以了。但是在工厂里边，
没有那么大的玻璃容器了，就要考虑它如果用采用工业化的容器呢，就要考虑到防腐的问题。如何将实验室的模式运用到大量的生产实践中，是质检的核心。这样一套复杂而准确的生产流程被称作苏尔维法，可这当时唯一的质检技术却一直被西方垄断封锁。为了实现中国人自己质检的梦想，揭开苏尔维法的秘密，无数个日日夜夜，终于长达70年的技术封锁垄断，在1926年的初夏被打破了。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重新开工，生产出雪白的产品。为区别于进口的洋碱，范旭东将其产品取名为纯碱，并确定了红三角牌的商标。永利成功出检的这个消息出来呀，马上就遭到了这个跨国公司的围追堵截，所以他们当时定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就是带有这种竞争性或者抑制性啊。当时他定的价格其实是在永利的成本线以下，就恰恰是在你的成本线以下。那么对普内门来说，他能够获得大量的利润，但对永利来说他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永利怎么办？所以他就想了一招，就是说要走出去，通过走出去获得这个生存的能力。8月，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获最高荣誉。这是范旭东迈出的第一步。专家给红三角的评语，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面对范旭东出奇制胜的反击，降价是普内门唯一的选择。短短2年，减价降到从前的40%。李特利对各代销点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如果出售普内门的碱，就不能再出售其他品牌的碱，否则扣除佣金，没收押金。面对疯狂的施压，范旭东该如何应对？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曾经留学的地方——日本。此时的日本工业界，老牌的三菱公司和新生的三井公司正在分庭抗礼。范旭东发现，三菱有质检工厂，三井却没有，他就主动与三井协商，可以为对方供应碱在日本国内销售。那么永利想的办法就是跟三井公司合作，因为三井在日本有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这是也是一个大财团，大集团，所以他跟三井合作之后呢，一下子就是打开了日本市场。日本是普内门的重要市场，永利在日本赔本销售，损失还不算太大，而普内门在日本的销量是永利的10倍以上，每次降价要蒙受的损失更是不可胜计。每天急促的铃声是各地分销商们打来的电话，他们对于滞销的种种抱怨如同刺耳的警笛一般，令李特利坐立不安。他那份最初面对范旭东时的傲慢，如今已所剩无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李特利有了新的决策。这一次的价格大战让双方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打击，两败俱伤的情形下，新的模式应运而生。永利和普内门开始尝试着化敌为友，
从恶性竞争到合作共赢，一个全球商贸的时代塑造出新的商业规则。1930年，红三角牌纯碱前往苏尔维质检法的故乡比利时，在工商国际博览会上再度摘取金奖。13年之后，1943年是更为辉煌的时间。在上千次的试验中，严谨的科研精神令侯德榜研究出了联合质检法，这一更为科学的方法终结了苏尔维质检法长达81年的垄断神话。侯德榜将自己这一科研成果汇集成册，奉献给了全人类。渤海之滨的临港工业区，曾经的永利碱厂，今天的天津碱厂，范旭东的塑像就立在办公楼大厅中，塑像下方是毛泽东的题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这些中国第一代的海归实业家们，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安放在天津，许多年后这座城市也因为他们的名字而著名。当1930年红三角牌纯碱在比利时拿奖的时候，万里之遥的天津，这座中国近代实业发源地之一的城市，一个新的产业正在悄然兴起。那时的纺织工业厂家多达1407家，他们的总资本金额2687万元，这个数字占到了当时天津民族工业资本额的1/3。产业的记忆如今被储存在天津纺织博物馆里。倪四冲，曾经的安徽督军，在定居天津后开始大量投资纺织业，其中豫园纱厂最负盛名。眼前的这家幼儿园就是倪四冲的故居。我爷爷呢，倪四冲，他是安徽阜阳人，因为跟这些个北洋的政界人物的关系，这个就落户到天津，在天津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我爷爷在投资豫园也好，金城也好，除了他是大股东以外，所有这些集资的人都是北洋系的。当年的豫园纱厂如今是五马路上的菜市场，顶棚还能依稀看到老厂房的痕迹。三马路上的纱厂曾经也是倪四冲投资的产业，如今大门紧闭，繁华过眼云烟。在曾经的时光中，或许没有人会想到，这些红极一时的传统纺织，在最鼎盛的时期却迎来了一场革命性的改变。冬裘夏革，皮革与棉麻构成中国传统的穿衣方式，而西洋的毛线却为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舒适感，人们于是有了新的选择和表达。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918事变爆发，国家深陷危机，国人振兴实业的热忱被激发出来，抵制洋货，倡导国货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如同跳远一样，那时的人们瞬间从师夷长技跳到了家国天下，时代兴亡的交替仿佛只是纵身一跃。
如同时势造英雄，特殊的时代往往造就出非凡的企业。人力公司主营地毯业务，这家公司的掌帅人朱继胜曾在异国文化中汲取养分，又时刻不忘实业救国。就在他决定进军纺织业与洋货抗衡时，一个人的登门拜访确定一切发生的变化。宋斐清这个32岁的年轻人有着一个年轻的企业，东亚毛呢纺织公司。此时他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一个梦。面对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力，宋斐清深知远非自己可比，而人力所要建设的纺织生产模式与自己的东亚几乎同时问世，却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犹如一盘自己尚未出兵而对手重炮当头、双车掐肋的棋局，宋斐清恳请朱继胜一叙。天津纺织史的这段佳话，令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画面：本该是对手的两个人相见恨晚，年轻的宋斐清对朱继胜推心置腹，心胸豁达的前辈向他介绍羊毛市场的情况，传授行业经验。在天津西湖饭店的包厢里，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两个人有了一份君子协定。人力以地毯和呢绒为主，东亚以毛线为主，竞争并不存在。在他们的眼中，此时的中国实业界更需要的是合作共赢。东亚公司生产的精品毛线很快问世了，广告铺满天津的各大报纸。这个生动的形象是新产品的商标，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底洋毛线。底洋正是底洋的谐音。在广告上，宋斐清登出了这样的话：请别忘记了这唯一国产毛线。底洋的广告灯箱挂满天津的各个角落，日租界大罗天娱乐场入口，这里的广告费是其他地方的整整4倍。而宋斐清与洋货抗衡的决心，令底洋牌3个大字以每字6尺的巨幅形象展现在这里。时间打磨着一切棱角，曾经剑拔弩张的民族气节，如今更多的是一份记忆。2012年，宋斐清的4个女儿将珍藏多年父亲的档案资料捐献给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这一代人的心血与理想中，有着这样一份实业策划书。80多年前，中国实业的那个黄金时代，关于未来，宋斐清有着更大的抱负。兴建学校，为贫困学生设立奖学金，设置康乐站，为失业者谋求出路，创建平民医院，让人们看得起病。宋斐清为自己的这份规划书取名《我的梦》。他不知道这些梦何时才能成真，但他相信自己已经看到了未来。一条街道会因为赛马而得名，一场劲舞风波
闹得满城沸沸扬扬。谁能相信80年前好莱坞大片会在这座城市与美国同步上映？武大道带您走进那个时尚的年代，请看下集《摩登》。